这样的问法不好了，用这样子的态度，我想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了哈。打疫苗哈，大家就是不要去呼吁说不要施打了哈，他自己不打就不要打啊，别人还要打了。今天的确定病例哈，本所的病例有20例，好，那含居隔阳性的16例，那有4例哈是关联不明，那境外移入有1例，那没有死亡的案例。那新北市哈有14例哈，不过大部分都已经框列起来，主要的来源哈是2个哈家庭，一个是啊2个群聚哈，一个是家庭的群聚哈，家里人比较多，那群聚相对，那不过这都已经区隔起来哈。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地状申请要停止高端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还呼吁各县市不要配合施打，请教指挥中心怎么看？打疫苗哈，大家就是不要去呼吁说不要施打了哈，他自己不打就不要打啊，别人还要打了哈。那第二，当然他个人的一些法律行为或相关的，我们还是尊重。问说，因为高端到底送了几批？疫苗作为封签检验使用，为什么问了2天指挥中心都没有办法给出相关的数据？难道是没有办法掌握说这次疫苗的批次和数量吗？以上谢谢。这样的问法不好了哈，我昨天就跟你讲我忘了问嘛，所以你第一天问我不知道，第二天我跟你讲说我忘了问，哈，用这样子的态度，我想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了哈。那几批跟那个事实上跟大众的利益也关系不大。那总共里面大概有4批，我们已经哈在封签中哈，那有10批在检验中，那有要求8批在要求重新补相关的资料中。高端他们要补件的大致上是什么样子的文件缺乏比较多，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各种可能的问题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说分辨得很清楚哈。事实上，这里各种的小的问题哈都非常的多了哈。那食药署只要是跟他原来的报告越有差异的话，啊，他们就一定要把这状况先弄清楚来。8月9号二级警戒其实已经进入倒数，那想问一下，8月10号之后，因为部长之前有说过不会急躁的放宽，那我们是会倾向维持二级警戒吗？谢谢。里面在疫情的观察，恐怕要这样子2个礼拜之后才能看出这样的一个警戒降低的相关的一些情形，所以在8月9号之后，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要大幅的变动。但针对这段时间大家有个别提出的问题，譬如刚才讲的茶叶蛋的问题，或者我刚才讲的游泳池的问题，针对这些个别提出的问题，那我们会寻求一些个别解决的方案，那8月10号以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为准。网友发现到今天的口罩的巧思哦，那是不是也是刚好想要迎接这个我们台湾的羽球队的成员返台？谢谢。热心的朋友就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口罩哈，那也符合现在一个时事，那跟我们民众的一个心情，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在这个奥运哈，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赛事，那我们自己的一个队伍也表现得非常好，不管有没有得牌。都展现了我们的一个斗志跟技术，还有非常好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风范都非常的好，好，所以大家就带这个表达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奥运英雄跟奥运这样的一个节庆，我们表示我们的心有同感。这个礼拜的疫情的情况并没有办法代表3级降到2级以后的影响。有影响可能在这个礼拜或下礼拜才能看得出来，所以让政策的稳定性在8月9号并不会做大幅的改变。解封大不易，那这次莫德纳比较少，所以在这40几万剂，我们估大概是第9类的有安排要打莫德纳的，我大概好像有88万人，基本上大概只会打到第9类的一部分。那八大行业真的是很抱歉，东北现在的饮食内用都还没有开始嘛，那可能还要看双北这饮食的内用开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上午的防疫会议中有研议是否可以在8月10号后进一步适度的松绑相关的管制措施，那想问一下说目前的规划是什么？谢谢。整体在降到上礼拜降到2级，那这一周以来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看到确诊的案数确实这个礼拜也比较少，都已经降到应该20天了，有连续20天没有超过10例的不明感染源，
那三个礼拜更是降到都是五例以下。好，所以相关的情况都还不错。那不过上个礼拜的疫情的情况并没有办法代表三级降到二级以后的影响。好，有影响可能在这个礼拜或下礼拜才能看得出来。好，所以让政策的稳定性在八月九号并不会做大幅的改变。解封大不易了，要解封大不易。因为主要大家来看看这两天在国际或是我们周遭的相关的数字，我们当然是要非常非常的提高警觉。我们看大概现在是泰国跟马来西亚大概一天都18,000-17,000，新加坡大概120-130,000，那澳洲大概是220-250,000之间，这些都是跟我们这比较接近的。香港澳门的情况当然现在目前是很好，那不过这些相关国家其实都往上升。那以色列从那时候打了还准备要打第三剂的疫苗，因为他们也大概现在有1700-2200这样的一个数目，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在面临这个多变化多端的一个疫情里面，在我的观察，不管是你疫苗打到多少，如果把解封指数降到一定的程度，那都会看起来都有另外的一波。但是维持一定强度的一个管理措施，那再配合这疫苗都会有好的效果。好，所以就是说在二级的这样的一个下八月九号维持二级的警戒，那这是必然的。我们目前扣掉四类能够打到莫德纳疫苗第二剂的人，现在到底是总共是有多少？那我们有估算说已经打第一剂莫德纳疫苗没有第二剂可以打的人大概有多少？那未来如果超过10-12周莫德纳还没有进来，我们有替代方案吗？第二剂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10-12周，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收集相关的意见，还有一些国际的资料，那专家在研究，我们以10-12周为一个目标，但是也不排除把时间拉得更长，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广泛的把第一剂的人口的涵盖率能够涵盖得更多更好。然后第二个，在打第二剂，在这一批里面准备不是这一轮的下一轮准备要打莫德纳的时候，到目前如果进货没有特别的一个改变或是一个惊奇，那大致上我们在打1、2、3类，然后加上孕妇的第二剂，这是我们希望他在4周里面去完成的，大概有将近70,000人左右。然后另外有70,000人是65岁以上的，然后其他可以放在预约平台大概是42万剂。这个 Moderna 这一次我们的主要除了刚刚讲的第一类到第三类跟孕妇的第二剂，那另外呢我们会打第9类，那这次莫德纳比较少，所以在这49万剂我们估大概是第九类的有安排要打莫德纳的，我大概好像有88万人，所以基本上大概只会打到第9类的一部分，可能会排到第9，但这是一个预估值了哈，应该是会打到莫德纳打第9类的，打到大概50多岁的人。高端疫苗的部分嘛，会等到一定的量，然后才会放到平台上面。那所谓这个一定的量的下限是多少？就是起码要有多少才会放到平台上？那昨天张家问我说，到底有多少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那最近他们在上个礼拜六，应该礼拜六然后有封签的一部分，有封签的大概26万剂，有26万剂。那接下来还继续要厂商要继续送，那我们要看看下面一批一批的到一定的量，那我们就准备来做这个。我们应该放在我们的公费疫苗里面排入我们的预约系统来做施打，大概50-60万我们就会开始了。好，那你如果说20几万来开始，那真的很难分。哎，大家施打上，那时间上如果在50-60万，大概还有一定量的可以来做一个分配，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做。后有可能会在看这个疫情状况来开放更多的行业，那不知道像是电子游戏游艺场或者是 KTV 等八大行业会不会有这个戴口罩然后重新开业的机会？
那八大行业真的是很抱歉哈，八大行业真的很抱歉。现在，好，双北现在的饮食内用都还没有开始嘛，好，那可能还要看双北这饮食的内用开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才会进一步的，好，这些八大行业。那至于说，好，他们说选物贩卖机嘛，哈，就是这哈这些娃娃机啦等等的哈，那我们也在思考，哈，看在怎么样的防疫的措施下。那本来跟那个相关的业者，就是说有专人的一个看顾，好，那可能就可以开始。但是业者认为说，专人的看顾上，在成本或者人力上面恐怕难以负荷。好，那我们也在提出相关的建议，那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要的是那个清洁消毒嘛。好，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哈，就是说旁边有放一个干洗手啦，好，那能够。或者外包或自己有人巡回，好，去巡店，那定时去做检查跟消毒，好，这也许是一个变通的方法。不过这也请经济部跟相关的业者去沟通。这次参与奥运的选手表现优异，请问是否适合举办欢送会？有点类似像是世大运当时的英雄游行一样。谢谢。对了，如果这是哈，就是很难。我比较想请他们来这边帮我们代言一下。那至于说要游行的，恐怕这就不是我的那个业务范围哈。那相关业务范围若有哈的主管单位若提出这样的需求，那么要看看他的防疫的计划是不是可行。